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car， 欢迎来到我的私房烘焙 She's How Bakery。 其实我本身其实还有一个 full time 的 office 工，晚上回到家我就做一些订单，例如做蛋糕啊、南枣核桃糕啊，还有姜母茶等等的。那平常很多人都告诉我我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东西吗？其实时间是不够分配的。那很幸运的，我的家人还有我先生都可以帮忙分配我的东西啊，那我就安心做我的订单。我的烘焙之路是怎么开始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当初我是想到是说做给我的孩子吃，然后那时候只是说是做一个简单的那一种，可是后来呢我就想到孩子也吃腻了，就开始说我去做一些比较难度高一点的，就开始就上网啊，看 YouTube 啊，可是后来其实有很多那些技巧都完全不能掌握，后来我就去join 那种老师的烘焙 class 啦，过后直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，这样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会有 join 那些老师的烘焙 class 的，因为其实烘焙之路真的不容易走，而且也是有很多东西要学习，是学不完的，可以说。我的影片，如果大家想吃我的蛋糕的话，欢迎来到我的 Facebook 来浏览吧。